起初是一些网通的客户啊，那他们需要在各地区的基地台都部署这样的边缘伺服器，以提升它的服务品质。那后来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有这种 HAI 相关的应用。那这些边缘伺服器的共通点就是他们的工作时长很长，处理的资料结构也包含更多的随机读写。那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就会选用更多更高效能、更长寿命以及有断电保护机制的这类企业级的固态硬盘。但同时，这些伺服器会被置于户外或是环境温度变化较大的地方，那这样的话对 SSD 的可靠度要求其实更严格。但是一般的企业级硬碟呢，大多为室内的资料中心环境所设计，效能虽然好，但在空调的环境下运作才 OK， 它没有办法负荷极端的工作环境。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发想出了边缘伺服器专用这样的全新规格，去满足现在的市场断层跟客户需求。那边缘伺服器呢，因为它的机构都比传统的伺服器更小，那它又需要被部署于不同的环境中，又需要兼具高效能这样的需求，那因此在储存容量、散热以及维护上都需要不同于以往资料中心的解决方案。那我们常见的这种 M.2 规格，其实它是置于系统内的，并不方便维护，再加上它的版型较小，随着界面速度越来越高， SSD 的温度也会越来越难控制。那 2.5 寸呢，或是 U.2 这样的硬盘，通常会设计在伺服器的前端做热插拔的处理，但基于它体积较大，会占用更多的机箱空间。那我们看到的就是1万打S这样的规格，改善了传统规格的缺点，又保有优势，因此很适合做在 H server 的应用上。在1万打S的规格基础上呢，我们发挥工控专业以及客制化的特长。那我们考量到客户在边缘伺服器应用的环境，把工控这种耐宽温的规格也融入到产品设计中。那我们也有加入 thermal throttling 的机制，确保高温下 SSD 可以稳定使用不掉底。那 PLP 的设计呢，能在异常断电的时候保护资料健全。另一方面，边缘运算也很担心这个资料安全的问题，我们也有加入 AES 跟 TCG OPPO 等加密功能来防范。那我们就是用最严谨的规格保护对企业服务与运作的至关重要的这一环，就是边缘伺服器这个环节，也就是我们怡鼎一直以来为客户在各方面多想一点的品牌精神。怡鼎从工控储存起家，一路到引领产业迈向 AI， 品质与服务是许多客户选择我们的原因。怡鼎 SSD 产品皆经过多项可靠度测试，包含韧体功能测试、产品负40到85度循环烧机及振动测试，我们确保能长时间在极端的环境下稳定运作。生产到包装均符合 ESG 的理念，用料、品质层层把关，出厂前都经过严谨的测试，每片 SSD 皆经有明确的生产记录可追溯。边缘 AI 应用各式各样，对产品的需求不尽相同，怡鼎也提供客户客制化的服务，使产品更贴近实际的应用需求，也让客户在设计的时候更有弹性。从研发设计到品质把关，怡鼎都以打造台湾精品作为自我要求的准则。那希望用这款开拓市场全新定位的 SSD， 为全球边缘运算注入新血。